超次元战记哦，我们现在玩一个最新手机游戏《超次元战记》手游。那你看一下登录界面，哈。那这款游戏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来玩了。那一开始还可以选三大职业：剑斗士、潜伏者、讲述师、演说师。哦，所以他四大职业这样子，啊，非常的帅啊。OK， 新手游，新手攻略教学还蛮简单的哦，一直解任务就可以升等了。这款真的很酷啊，然后它也很帅，入心鸟。那大家如果觉得画质不够赞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改吧，设定给我一下。这款真的很帅啊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跟你们看他的那个设定一下。哎，我设定怎么不见了？他可以开语音哎。那我给你看一下他的世界观哦。在这边，你可以看一下他这里面的那个地图。好，这里，你可以看他世界地图有哪些哦。不雄的帅啊，还可以看到当前的地图。那我们终于给他组下去。哎呦，我们人物怎么突然变那么小啊？哎，班尼布，哎，我宕机了吗？哎，我以为我来到小人国了。然后他有商城嘿，我那上上也是一个很可爱的美人鱼啊，而且有钓鱼系统，这期真的是很值得期待。那我们就像这样练下去会升等哦。哎，之后有坐骑啊。好，好，还有投手鼠也有了。来看哦，它界面很干净啊。哇，那也是有手出的。哦，真的是很好玩嘿。来个小号。哦，超级帅的。这款你们应该是蛮喜欢的啊，因为觉得它就是很漂亮。它这边也可以改你的头像，啊，甚至它有一些时装跟主机它也有。这边给你看，哦，那像这边有一些炫光吧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怎么这么美丽的啊？真的很夸张哎，然后他这边可以聊天，对啊，哦，不过什么事，现在还没有人讲。OK， 那我们就一直这样练下去喽，16等了。